吃多少了？我想吃多少了。哎，莫龙，莫龙，哎，我家空调坏，你让我进吹会儿啊？哎，我让你进了吗？那我把你抠肚脐眼的视频发互联网上去了。你来了，来了。干啥呀？藏人了？哎，出来一起吹空调。吃好啊，吹完空调就走。我能搁这睡一宿。你是来吹空调的吗？我家里我是大半夜睡，我直抖汗。睡觉行啊，但是不行，鼓鼓秀秀的啊。鼓秀什么？你说鼓秀啥？我鼓秀过吗？我。咋的？能冲澡不？咋的？你家里能冲澡不？那个柜子抽屉里边有一个一次性的浴巾，用那个。不是，俺俩之前不都用一个吗？谁跟你用一个呀？你赶紧给我用一次性的，要我还得抽。你还整上边界感了？哎，梦龙，你干啥？上我那屋，那屋凉快。我不去，我光寒。咱俩唠会嗑呗。你给我上来了。唠吧。我怎么还生疏了？快点唠，我挺热的。